刚董事长谈到，其实大家会发现说，其实 RISC-V 有点大器晚成，等于现在才稍微大家比较了解、比较多认知。但是其实我们公司在最早我们成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，是挑一条比较大家不是那么熟悉、不是那么广泛知道的一条路。当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坚持？好，要多给我一点时间讲。当然没问题。2003、2004的时候，实际上当时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蔡清念先生，跟当时的交通大学的校长张君彦先生，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系导计划。系导计划呢，我没有全面了解，我可以比喻说，它就是科技界的十大建设好了。那他们其中一个建设呢，是希望在台湾能够摆脱微处理器控制在别人手上的痛苦。所以他们希望征求一些学校或者是企业来这个做几个微处理器的 project。那就我所知道是有五个 project。那我们金星的团队的起源是在当时我任职在智源科技的副总。有一天我们的这个蔡明介董事长，他带着一份联发科内部写的这个我们叫做可行性报告，谈到 risk， 谈到 risk， 然后来找当时智源的总经理林孝平跟我，我们三个人呢谈一谈以后，我就说这可以执行，所以我就接手呢去做这个执行，所以我等于是跟蔡董跟孝平，我们三个人是 co-founder， 来进行第一阶段的金星科技的建立。所以我们是跟行政院来申请这个开发基金的投资。那也在民间呢筹了一半的资金。那同时呢也符合当时这个张校长他们所要求的，就是自行的这个架构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第一版的金星科技的自有的架构，就 RISC。这是2005成立，2006就开始有产品。到现在呢，在这个架构上面我们衍生了三代，第三代叫 V3。第三代嘛 V3 呢，现在在我们公司的营业额每年都还能够占30%-35%。哇哦，三成以上，三成以上，将近四成。对，这是2005的事情，公司成立了。那我们耕耘了几年以后，2010年UC Berkeley 呢成立了 RISC-V。 对，这个 V 呢是希腊字母，五的意思。对，那为什么叫五呢？因为它前面有 RISC-1、2、3、4。哦，刚好是 5， 所以它是第五代的这个UC Berkeley 的专案，学校的专案。那这中间呢有一些这个故事。我前面有提到 David Patterson 这位教授，他就是在1978年开始RISC-1 的这位教授。那到了 RISC-3 跟4的时候呢， ARM 太强，他们采用 ARM 的，那被 ARM 控制，他们倒觉得说，我们学界发明的这个，那我们自己现在要用反而绑手绑脚，我要做创新，对，非常困难。这是 David Patterson 亲自跟我讲的。他说那开玩笑，我自己来再来弄一个，对，我弄一个全新的，我弄一个全新的，我自己可控性更高。对，然后不但如此，我还要把它架构开放源。所以整个 RISC-V 的来源就是这样子，从2010年开始。那这个就有趣点在于说，金星是2005就已经开始了，对，所以没有所谓我们比它晚做的事，我们甚至比它还早做东西。2010年开始的 RISC-V 做到2014、2015开始有一些发表的时候，我们看差不多。其实像那个时候算是很草创期，你就决定说，看到那份 project， 你就觉得我们可以来做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都知道说，你也是交大毕业的，是交大帮的成员之一。那毕业之后，其实是先到联电。
对，然后接着到智元，再来就是到金星科，一路到现在了。其实说真的，台湾整个半导体某个部分你算是参与了很多。那当时候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当然知道民间可以募到很多的资金啊，政府也会帮忙，但是这还是很需要一些勇气。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决定说你在这个领域做得好好啊，怎么会想要跳出来做这个事？我对微处理器确实有情有所钟啊。这是求学阶段就已经有的吗？对，有趣的是，回头去想，我在做事的第三年，人生第一次出国，到日本去出差，联电派我去三洋，然后我去考察四位元的微处理的控制器，所以也蛮有意思的。那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安排，我在联电也参与了联电的就486的微处理器的这个计划，所以我有很多在这方面的个人的经验。像你加入就是公司，等于说从创始期一直到现在哦，这些年当然有起有落，有很多的发展。那其中在早年那个时候，2017年3月的时候我们挂牌，我记得隔年你接受平面媒体访问，你还开了一个玩笑，你很少开玩笑的，你还跟他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头发都弱发严重，发量越来越少。在公司这么多年的情况之下，你觉得当时哦，是因为股价让你压力大，还是所谓的研发这一块？公司一直有一些这个困难在，永远都有困难。是，但是如果要讲最困难的，应该那时候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嘛，因为我们在上市之前曾经经历了两次减资，再增资。而且那时候我们曾经连续五年每年亏损台币1亿上下，是，所以这个是那五年是最难受最辛苦的一个阶段。面对那样的挑战哦，您自己是怎么样去化解它，怎么样去导正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路线继续的往下走？我确实也跟很多年轻人讲说，你一定要培养第二兴趣。所以第二兴趣你有可能是艺术的，宗教的，体育的，各种可能性嘛，像你自己打高球、骑马、游泳、慢跑，是这些也算。对对对对对，是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每当碰到困难，你会用这种方式去让自己可以停下来，暂时思考吗？就是回到家能够完全抛开这一些，不要24小时都想同样的事情。那这样才有办法去理出一条比较正确的思路，继续的往前。对，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金星科在网络上我是找得到的，我们有打这个桌球的啊，对，公司的一直有这样的企业文化，一直有。因为公司开始的时候很小，在科学园区的标准厂房租房子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体育房，那我们就买了桌球桌，那桌球桌平常是可以竖起来，是等到下班之后呢，在这个电梯间就把它展开来，所以它不占空间，它不平常不占空间，你可以灵活运用这个空间，可以灵活运用。所以打乒乓球是公司很早就有的。另外还有一项很早就有的活动，就是我们传统的保龄球赛。保龄球赛，对对对，这两项运动是您自己设定的，还是大家刚好都喜欢？算是年轻人喜欢的。年轻人喜欢。公司曾经统计过我们同仁的平均年龄曾经是28岁，非常年轻，曾经嘛，对，因为大家都会长大，所以那个时候您觉得在进行这些运动，不论它是什么样的球类，什么样的运动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想培养团队什么样的精神？我们在这个公司的入口处，我们那个创办人这个蔡明介先生，他给我们写了书法，基本上有3个点，第一点就是驱动创新，那驱动创新的一个本质呢，就是诚信正直，那追求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，所以大概是3个点，也是跟同仁们让他们每天都能够看到
你这样的一个精神。这个事情虽然每天经过这样子看，但是对你来讲，你看到现在还是很有感觉的。是的，嗯哼。所以其实公司一直成立到现在，我们刚刚你也讲过，一开始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单位，精英就是一小群的这一群精英在打拼，但是后来公司的这个员工人数是翻倍，不停的在成长。当这个团队的人数从少，然后不断的扩增的情况之下，你在带领这个团队心境上有什么样的转变？有时候，他的这个激发点是来自于国外的这个投资法人。相较于这个各个层面的投资人来说的话，国外法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提起你，要求你，你要敢投资，然后让你的未来看得到。所以我也必须跟这个同仁们讲说，可能我们这两年会比较辛苦啊，因为我们做了很大的投资，那法律的层面可能我们是比较没有所谓的这个优待，不能够去叫摊提啊这一类的，比如说你一个投资能够摊提50年，没办法。是，所以你这几年的辛苦就是必须的，你必须把更新的产品、更好的产品给推出来，然后发挥它的价值，才能够让我们前面的这个增资跟这个 GDR，英文叫 make sense， 就是有意义。我自己至少3年后希望能够拿到一个手机是 Android， 有个精心的这个 CPU 是在中央运行 Android， 对不对？这是举例啊。那3到5年呢，我们希望精心能够更强，能够在 RISC-V 这个领域呢持续的保持领先。